欢迎收看股期来点名。那很快呢又是周末，那今天呢皆大欢喜，去了这222点，昨天大震荡啊，很多老师怎么讲，看空或者观望。我昨天怎么讲，这昨天的标题啊，去网络看重播，偏多不变嘛。那我昨天也卖了一些股票，实现波段，在低买。那昨天为什么大震荡？昨天外资买200多亿啊，今天买100多亿。为什么大震荡？4000多亿啊？因为法人也在换手嘛。大涨的股票你要卖，那逢低在布局，那我也跟进啊。我们昨天也做一些换手，那今天往上涨呢，涨个力工偏都不变嘛，公投前啊写在标题对吧，今天马上涨200多点嘛，啊昨天不敢买的，今天能不能大赚？我常常说满天金条，至少你要抓一条嘛。今天呢我想很多老师抓狂了，每一个人都大赚，投资人也抓狂了，哪个老师才是真正赚到？这昨天标题。再来呢，这7月6号，我那比昨天还恐慌啊，一根长黑下来，对不对？我是不是又事先预告转折在哪里？我们这里拉近，我还稍微算给大家看，黄金分割率0.382怎么算的，在这里嘛，这气轨切到啊，有没有事先预告？跟昨天一样嘛，事先预告啊。那我说你出手才会赚嘛，那你从这里拉回，这里支撑是16000，那你出手才会赚嘛，那你不出手你怎么赚钱？那我们上面写泰硕就是拉回的时候出手嘛，4天连涨4天，今天涨停。我说这个地方哈，你需要是真正能带你赚钱的老师啊。那今年大多头，真的非常希望呢，打雷龙也当探多钱。但是既然大盘是一个震荡，有一个地方你一定要注意，既然是震荡，一定有人逢高调节，那有人在逢低买进，那你就不能追嘛。希望大家都能赚大钱啊。这7月5号标题适度拉回，对不对？这7月7号黄金分割率、智源、先进光，那这些股票最近表现怎么样？每个人都在谈，每个人都有，每个人都大赚。我说谁才是真正的赢家？第一个转折要抓对嘛，你要出手。那第二个把证据拿出来嘛，不是写下来这一档股票，或者节目中讲这一档股票，就代表你有赚到。那我今天公开所有的资讯，所有的证据嘛。今天智源涨停了，我今天股票涨停满天飞啊，收多少？295。我分2次出手，40%到60%。M31，除息后连涨2天，对不对？赚60%。我们昨天解码一半，第一次解码一半赚60%，这60%里面还不包括
股指一百股，一百股再加上去呢，你再乘以一成嘛。先进光涨停第三支，多少老师在讲先进光？该进场的时候呢，都没讲。该整理的时候，最好的买点，最好的买点，我带会员出手啦，他今天又涨停啦。那这一档呢，也是先进关嘛。是不是真正赚到？给他三支涨停啦，宏宝今天又涨停啦，第四支47%，泰硕4000前买进，连涨4天，今天涨停，我说这会的价值嘛，那我说什么样？你要出手，当转折出现的时候，你要出手，出手才是真正赚到钱嘛。而且是立即啊，那你前几天看坏不敢买，你就算不到嘛。就好像下礼拜一什么股票可以买，你没有出手，你怎么赚？像神盾下礼拜一除息啊，我们赚 28% 建议除息嘛。那这几档股票呢，事实上有一些我们在节目中标题不断的重复，会员的持股啊，今天又涨停了，这两次出手对不对？这个底部区这里买有什么好担心的？4月5月大盘起2000点，伊无起嘛，这6月啊，然后呢，大家卖完了以后，华人开始慢慢买啦。卖了没有？一路买，一路买，一路买啊！今天涨停啦。我们在昨天智元第一次获利调节，调节它又涨停，我们还有一半嘛。那这个叫波段，这个叫华人抬轿。那大家记得我一直跟大家谈什么？我说现阶段啊，外资1月到5月总共买超多少亿？4000多亿啊，4000多亿。所以最佳的、最安全的获利方式是什么？你低买华人的股票，让他来抬轿，这是最安全的嘛。或许你昨天去买智元，今天涨停你有赚到，但是你不可能赚到这一段嘛。但是你在这里下礼拜你风险还是在嘛。 M31 也是一样啊，我成本在这里嘛，630到635，赚60%啊。华人大户手筹码嘛，那这种股票它才会飙嘛，分盘交易无动于衷啊，这里有10天，有10天没有跌嘛，60%啊，100股股指还没有算。再讲先进光，华人抬轿对不对？宏宝这两天有涨停啦，华人抬轿，神盾也讲很久啦，差不多30%，下礼拜一除息，到目前为止，华人卖了没有？没有卖嘛，所以你加28%，轻轻松松就赚起来啦。那我标题写什么？写泰硕对不对？今天涨停嘛。那你在前几天你要出手嘛，出手你才能连续一连刷机器干嘛，整理末端对不对？哪一档追价？华人有没有买？去看资料嘛，华人抬轿嘛，所以他才会涨停啊。那看证据就很简单，这7月11对对，7月11嘛，全部成交啊。那7月11在哪里？在这一个地方嘛。那7月11在这一天呢、啊？
全部成交啊，这细钢减码，是一档一档操作。那这个地方呢，不管是高价股锁筹码 M31 或者智源，那或者低价股都一样嘛。我说你要好好的去规划，希望大家都能赚大钱哦，尤其是大额资金的大行情，很多股票呢都是翻倍、翻倍再翻倍嘛。那一路做到什么？一路做到年底啊。这些都是会员的持股，下一段我会再公开证据，公开我的给会员的传真稿，那些不能更改，那些更改呢就是负法律责任哈。这代表什么？代表标题写的这几档股票全部都是会员的持股，全部都是真正赚到三只涨停、四只涨停、六成、四成。那目前来讲呢，大盘在进行震荡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有卖出一些股票，有调节一些股票，跟法人一样。那接下来我要跟法人一样同步低档去买进，你要跟上。四天前你买泰硕，你今天就享受涨停嘛。下一档下礼拜我们锁定好了要带你布局。那今天特别呢再争取这个优惠 38%。但你逢低买进标股，你务必要跟上脚步，逢低买你才能真正赚到大波段。休息一下。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，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，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。清楚陈守股吴老师会员大赚获利如带，特别推出夏日飨宴38%，特别推出夏日飨宴38%，机会难得，敬请把握。本档必跟上法人脚步，刷上线02-2752-5868-2752-5868。法人顾问吴老师专攻法人操盘习性，拥有30年股市实战经验，兼具短线与波段操作，素有法人顾问之称。茫茫股海，让专业诚信的法人顾问吴老师带您早日迈向富裕之路。致富专线02-2752-5868-2752-5868。清楚陈守股吴老师会员大赚获利如带，特别推出夏日飨宴38%，特别推出夏日飨宴38%，机会难得，敬请把握。本档必跟上法人脚步，刷上线02-2752-5868-2752-5868。欢迎回到现场哈，那这个周末呢相当重要哈，你真的要做功课，或者跟着我做哈。昨天大家震撼教育啊，今天是弄气，你想不了一条嘛？泰硕、智源、先进光、宏宝、M31、神盾，都是会员的持股啊。我把证据拿出来。这些更改给会员的资料要负法律责任，那你也可以了解我有几档股票，那会员是不是真正赚到？口说无凭，对不对？我们拿了一些很多证据，今天再拿这个这一组会员，我们不要公布，不要全部，我们公布两档。泰硕，对不对？买进连涨四天，这不能乱讲嘛，这给会员的资料啊，买进连涨四天涨停赚钱嘛。神盾 28% 赚钱，下礼拜一除息，对不对？那这些有些股票在整理，刚刚布局，我说你要跟上。这是今天的这一组会员，不管什么会员都有涨停的股票，这一组会员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一样公布两档，先进光
第三只涨停137块，成本在这里，那会员可以去核对，要这个要负法律责任的。137除掉这里是赚三成，是赚的三成，宏宝是赚了四成，成本在这里是赚了四成，47%。那这些主底的股票你要不要跟上？那另外一组呢？尊荣会员三档股票，第一档 M31 赚六成，成本630635，今天超过1000块了，有没有六成？400多块嘛。第二个智源 M31 上去了，智源今天又涨停了，4成到6成，一档一档做，我股票跟我们这三档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稍微多一点，那因为这里有赚钱，所以新会员来，我们要买新的股票。那这个五档，那我上面写的，是不是都是会员的持股？这要负法律责任了、啊。我说谁才是真正赚大钱？包括昨天大家在恐慌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出手？包括什么？包括前几天7月6号可以去看重播，去网络看大盘重挫的时候，我说转折在哪里？那转折出现你要出手嘛，出手泰硕才赚得到嘛。今天享受涨停啊，不是今天大涨或昨天拉回然后你去追强势股追涨停的。我知道很多老师很多投资人喜欢这样做，但是这样是有风险的嘛，那你逢低嘛，你赚更多。那我们昨天今天跟着法人一样赚钱的股票，我们逢高调节，那接下来呢就要逢低去买进。那我希望你要跟上脚步啊。今年你应该要赚钱的啦，但是你乱追股票你一样赔钱。我讲最简单例子哈，像三户60、120、180在这里买进，这里我说还可以买，对不对？因为法人筹码还在嘛，120到180，法人在卖了，我也卖掉啦。那同样180买进智源刚刚好，智源现在260啦，这180掉下来啊，外资在卖，你是抬轿还是坐轿？那散热的旗宏，如果你错过了大涨，要不要追？你逢低买泰硕，泰硕现在14秒涨停，逢低买比较安全嘛。就算是一个多头市场，你乌白溜，你也是会加到嘛。真的很诚心希望大家都能赚大钱哦。很多事情呢，不断的在提醒大家。法人在做调节，他也在做买进，那你要跟进嘛。昨天大震荡偏多不变啊，事先讲对不对？这7月6号是不是都事先讲？智源涨停啊，31六成啊，现金光3只涨停啊，宏宝4只涨停啊，泰硕4天前刚买，马上赚钱啦、啊。神盾28%，都是法人抬轿，对不对？这全部都法人抬轿，不管是高价、低价、中价都一样。重点是什么？法人抬轿，那你逢低买，挨得最高嘛。那最近就是泰硕嘛，那泰硕一样啊，法人抬轿可以去查资料，一档一档操作，今年。你一定要赚钱，因为今年是一个大多头哈，尤其是大额资金的，好好的规划。那我特别争取了一些优惠，有优惠有标股，下礼拜我是真正的获利，带你进场布局。休息一下。
姐最新台股走势，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，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。清楚陈老虎吴老师，会员大赚获利如带，特别推出夏日飨宴38%，特别推出夏日飨宴38%，机会难得，尽情把握。本档必跟上法人脚步，刷上线02-2752-5868-2752-5868。法人顾问吴老师专攻法人操盘习性，拥有30年股市实战经验，兼具短线与波段操作，素有法人顾问之称。茫茫股海，让专业诚信的法人顾问吴老师带您早日迈向富裕之路。致富专线02-2752-5868-2752-5868。欢迎回到现场哈，那我们先看一下我们昨天的call讯哈。昨天智元第一次减码赚50%，今天又涨停哦。先进光昨天第一次减码，成本在这里，这个地方减码，它今天也涨停。这 M31 昨天也第一次减码，70%。那除息如果没有算的话，60%。那当然还包括股指100股哈，那这个地方重点在哪里？我有在调节，那我有在做买进的动作，那我说你要一档一档跟上，那纵然是多头市场，你买错股票你不一定赚钱，那你往上追高你也不一定赚钱，那有的时候呢你可能会卡到，那扎扎实实的做功课，逢低去布局，你才能赚波段嘛，你才不容易赔钱，一档一档做嘛。那之前我们跟大家提到呢，大盘在这里抓转折，我是专家，这个地方也一样，对不对？四月五月大家记不记得这个地方我说你要出手才会赚，这个地方也是嘛。那五月份呢我们赚的这些股票带进带出嘛，这绩效呢全市场应该是第一名啦。那五月过去了嘛，这2000点，我说你要找啥？找这2000点没去到的股票，才来买嘛。那是又印证了，有标题写的啊，这些是证据嘛。不管哪一组会员，都涨停满天飞啊。那股票都不多，股票不多啊。标题写的全部是会员的持股，我说这个地方你资金哈要好好规划，大行情啊翻倍的绩效，但是不能乱追。那重点是什么？你追下不一定赚钱，你要逢低买，你要了解法人，让法人来抬轿，这才是目前最安全的获利方式。就算大盘来到这个地方，还是有些股票在低档嘛。大盘为什么量这么大？因为法人在做换手嘛。那什么叫换手？赚钱的股票逢高卖嘛，在逢低在布局要买的股票嘛，成长的股票啊。那我现在在做的就跟法人一样，逢低布局嘛。像大盘拉回，你这里买泰硕，今天是又涨停了。我说有买有卖，你要跟上嘛。昨天事先讲多头不变，7月6号跟大家谈支撑在这个地方，包括4月、5月去网络看重播。那今天怎么赚钱？轻轻松松嘛。今天说295啊。两次出手40%-60%嘛 ，M31 先进光，每个人都在讲，该买进的时候呢，
不吭声，对不对？带会员买进啊，会员都可以作证嘛。102，今天多少？137啊，超过三成了嘛。宏宝四只涨停啦、啊，泰硕四天前才买，这是普通会员哦，一样赚钱嘛。这神盾、华人台教六成，华人台教三只涨停，华人台教、神盾、华人到现在都还没有卖，包括泰硕。我说你要不要好好规划？我是真正的带会员获利哈，证据在这里。没有一个投资人，没有一个老师，他会公开这一些。那你到底有多少持股？五档、十档，有几组会员？我说你需要是真正能带你赚钱的老师，好好的规划，配合我们的一些优惠，今天特别争取的，下礼拜带你进场布局。有机会涨波段的股票，一档一档做，对不对？三只涨停、六成、四只涨停都有机会。趁大盘在整理的时候，满天金条，至少抓一条。38%，带你进场，有优惠又有标股，谢谢大家。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喝酒开车啊、哦！我喝的是绿茶、欸，我看起来很笨吗？明明就是啤酒，还有啤酒味。吹，啊！是啤酒还是绿茶？请你来鉴定碧儿绿茶。金主陈老虎吴老师，会员大赚获利如带，特别推出夏日飨宴38%，特别推出夏日飨宴38%，机会难得，敬请把握。本档必跟上法人脚步，刷上线02275。